所以你是希望我当你的试车手来测试这个新的燃料？没错，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绝对的保密，得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你以前做过车手，同时你又是陆杰的父亲，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完全信任你，但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我们这个忙。当然愿意了，你的事情，你们的事情我一定会帮忙的。谢谢你，这次我相信陆杰知道后也会感激你的，不过还是需要你暂时保密，我不想让他分心。啊，这个我明白。对了，你说过你想拿 URC 的冠军是为了证明你比你的父亲优秀，对吗？对。那拿到冠军之后你还会恨他吗？我只想拿到冠军，拿到冠军之后要做什么我还从来没想过。啊，没关系，我就是随便问问，先帮你们拿冠军啊。谢谢。完全没有，没有，没有。何成宇同学，我们抱歉地通知你，由于你一直没有缴纳学费，多次催促无效，你已经被开除学籍，特此通知。怎么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刚叫你也没反应，你没什么事儿吧？没什么事儿。你有什么事儿吗？哦，你知不知道E8啊？E8是一种新型燃料，它可以最大限度提高车子的速度，不过现在还在试用阶段。那有危险吗？虽然目前没有任何的事故报告，不过就因为它不太稳定，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目前没有任何一支车队在比赛的时候使用过这种新型燃料。E8燃料的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时间紧迫，我们必须抓紧了。怎么了？哦，没事儿，我采访需要，谢谢啊。那我先走了。Jason， 哎，天野，我没迟到吧？没有。啊，天野 ，Jason， 你怎么也在这儿？你先去找 Zoe， 我一会儿就来。啊，好。哎、今天这么早，找我有事？你是不是打算让陆杰用E8这种燃料？你是怎么知道E8的？你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你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这是比赛的事，不用你管。E8这种燃料很不稳定，很容易发生危险。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事情这么了解？看来你是做足了功课，有备而来。其实我已经不断地改进了E8的性能，而且在比赛之前我们会进行上路测试，确保它达到更稳定的状态。测试该不会让 Jason 来做测试吧？天野，
这件事情很危险。唐唐，你怎么开始不相信我了？你觉得我会让 Jason 出事，让陆杰出事吗？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做的。还有，这件事情不能告诉陆杰，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修养，不能让这些事情让他分心，好吗？今天我们主要测试E8在极限速度下的稳定性。虽然我跟 Zoe 一再的模拟过，但是始终替代不了实际操作，因为万一有很多，你比如说赛道温度、平整性以及车手对赛车的控制等等。我明白，既然我来了，就不会有什么顾虑的。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得最完美。谢谢你 ，Jason。不过说起来，你穿这身赛车服还挺帅的，还挺帅的，是吗？陆姐，陆姐，哎呀，你干嘛呀？吓我一跳，真是出事儿了！怎么了？胖子走了？走了？什么意思啊？哎呀，你自己看。陆姐，洋洋。有件事我必须向你们坦白，否则我永远不能歇。为了给叶天买房，犯了挪用了积蓄，把学费也搭了进去，甚至还收了史密斯的一笔钱。不过你们放心，我并没有出卖你们。我和天野一起在比赛上把史密斯给骗了，可是史密斯为了报复我，把我骗叶天的事儿告诉了他。叶天回国了，我得去找他，因为我真的很爱他。我知道你们又要说我重色轻友，但请你们原谅我这一次。等找到了叶田，我一定回来负荆请罪，然后和你们一起去拿 URC 的冠军。太不像话了！你说他为了一个女人居然搞成这样，不行，我得找他去。算了，他都回国了。这哪找他去啊？我其实我也挺理解胖子的，这喜欢一个人的滋味不就是这样吗？有酸有甜，有苦有涩的。我相信胖子的真心一定会打动叶田，所以你就让他安心去找叶田吧。至于咱们两个，心里默默地祝福他就好了，啊！哎，你们两个情种啊，真是让人受不了。你去找面镜子照照自己，好意思说我们两个吗你？Mark， 这是伊万诺夫教授传过来的最新数据。他说，目前燃料的稳定性已经比以前更高了。嗯。唐唐，我们到外面说吧。什么事？哦，我想说，我们两个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吃饭。好好聊聊天了，你现在有时间吗？你看到了，我现在很忙。可是，那你也要吃饭吧，唐唐。
我曾经跟你说过，在我目前的人生阶段里，拿到 URC 的冠军才是最重要的。你答应过我，你会理解的。我是会理解。现在没有什么事情能阻碍我，就算你也不可能改变我的决心。我现在必须要全身心的投入，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我从来没有要阻碍你，我就想和你吃顿饭，你觉得很过分吗？糖糖，没事，那你忙吧，我先走了。让我准备的免责合同准备好了。哦，哎，来，如果一切正常的话，这个事就不要让天野知道。万一真的出了什么状况的话，这个应该可以帮到他。谢谢，您对天野真好。那当然了，天野他是。他是陆杰的朋友嘛？好了，好了，走，走吧。哎，糖糖，哟，哎，走走走走吧。哎，糖糖，你知道胖子的事儿了吗？什么事儿？我跟你说，这家伙抛弃我们回国去了，而且在这之前，他还收了史密斯的钱，去给叶田买房。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更过分的呢。他和天野联合起来骗了史密斯，还瞒着我们两个，你说过不过分？哎，你能不能说说你家天野？好了，你怎么见人就说这事儿？你烦不烦啊你？我不烦。切，你怎么了？古古怪怪的。哎，对了，医生说让办出院手续，我去办。你们俩聊会儿啊。你怎么了？不会是真让我说中了吧？替他是不是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替你出头。没有，只是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天野，就是我为自己编织的一场梦，遥不可及。我常常在想，我的选择是不是错了？唐唐，天野呢？最近的确是因为比赛的事情，比较少关心到你。但你要体谅一下他呀，啊？嗯。你呀，就是常常为别人着想。如果天野能和你一样，为别人着想一下就好了。我觉得他也挺为我着想的。不过呢，你千万不要吃醋，我们两个那只是纯纯的兄弟感情啊。哎，那个出院手续办好了，你可以出院了。好啊。哎，对了，这次怎么没来接你啊？他这几天一直神神秘秘的，老说有事儿。Jason 失车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大家，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休养，不能让这件事情让他分心。虽然目前没有任何的事故报告，不过就因为他不太稳定，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危险的。目前没有任何一支车队在比赛的时候使用过这种新型燃料。哦。我出去打个电话。嗯。哎，怎么了？陆杰，有件事我想跟你说，关于杰森的。怎么了？他在 Flash 帮天野试车呢。试车？是什么车？天野正在测试一种新的燃料，叫 E8。杰森现在正在帮他试车。我听胖子说，这种燃料有些不稳定，有可能发生危险。可是，天野他不让我告诉你，所以。那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能听他的，不告诉我呢？哎。测试，我们已经反复的研究过了 E8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让 Jason 试车就是为了测试他在赛道上的性能。现在已经是最后一轮，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你相信我，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不会有任何危险的。我不管，你现在马上停下来，我不能让 Jason 冒这个险。怎么样？
天亮前睁开眼，Jason，让开！安全，这就是你说的安全。Jason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守护在黑夜，他是你亲生父亲。你快醒醒！我知道，你马上就会好的啊！别担心，你不要怪天爷，是我想为你为他做点事情，你千万不要怪他。天爷在哪儿？我想见一下天爷。好，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把他带过来见你啊。安全，这就是你说的安全，这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说过，你想拿 URC 的冠军，是为了证明你比你父亲优秀，对吧？那拿到冠军之后，你会选择原谅他吗？既然我来了，就不会有什么顾虑的。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到最完美。谢谢，这次你们的事情，我一定会帮忙的。来，下一个。你为什么跟 Jason 一起骗我？为什么跟 Jason 一起骗我？天爷，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好不好？你先跟我去医院。为什么？为什么 ？Jason 是你父亲，你问我为什么？他现在躺在医院里，他想见你啊！想见我？这十几年来，我想见到他的时候，他在哪？他凭什么做我父亲？天爷。都这个时候了，你能不能放下你心里的恨啊？他明知道有危险还来当这个试车手，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他不会躺在医院里。好，现在把自己搞成这样，他也没有怪你，而是一心想要见到你，你怎么能这么冷血啊？冷血？我从很小的时候血就已经冷了，这都是拜他所赐。从我第一次
因为没有爸爸，被其他的孩子打，被叫野孩子的时候，从我第一次看见我妈妈为他流泪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再也没有这个爸爸。我跟我妈妈不是垃圾，不是他想要就捡起来，不想要就扔掉。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撕掉他寄来的每一封信。是我让他走了之后就再也见不到我们母子了。天野，你怎么能这么极端呢？如果我不极端的话，我就不会从孤儿院里出来，我就不会来澳洲当什么赛车手，当什么车队经理。你这么豁达是因为你有 Jason， 虽然他很穷，整天醉醺醺的，还只会闯祸，但是你需要他的时候，他还是像父亲一样的站了出来。你爸是什么样的助燃剂，是车手有什么样的危险，我都一五一十的跟 Jason 说了，但他还是愿意冒这个险。为什么？因为你，因为你才是他唯一的儿子。你错了，我和 Jason 一直瞒着你，是因为 Jason 想要帮你拿到 URC 的冠军。够了，陆杰，你跟 Jason 都知道真相，就一起骗我，把我蒙在鼓里。我一直把你当朋友，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我现在只能相信我的直觉，我的直觉就是我恨你，我更恨他，所以我再也不会去见他。你死了这条心吧，你简直不可理喻。我就是不可理喻。想打架来，我倒要看看你的拳头是不是跟你的心脏一样长。陆杰，周安安刚才打电话让你回趟医院。我告诉你，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真的，it is said that Flash's explosion accident was caused by its team manager Tian Yan, who used illegal fuel.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report, the trial driver has died of severe injury. Flash has made quick response on this accident and fired Tian Yan. 为什么？小车车。为什么？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帮忙的。走了，为什么还要回？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这次回家了？我不能，等我儿子。现在别吐啊，要吐回家吐啊。我20年来一点一点把你养大，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你知道吗？相信这个，比那一点点的血缘关系要重要的太多太多了。虽然我以前是一个很伟大的赛车手，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很称职的父亲。在这儿呢，我找你半天了，谁欺负你了？安东尼奥，我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我不该相信天野的。如果我告诉陆杰杰森的事情的话，杰森就不会死。现在我该怎么办？我都没脸见陆杰。亲爱的，听着，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场意外，要说错也不是你的错，是天野的错，你千万不要再自责了，好吗？安东尼奥，我该怎么办？该离开了。离开？你要去哪儿啊？回去，回到那片我熟悉的土地去，回去疗伤。这里的成长真的让我伤痕累累，我想回去认真的思考，走好今后的每一步。
就让记忆的枷锁永远留在这里吧。Can you give me a hug? Yao Yao, 我们走吧。 走吧。 Jason，对不起，你一直都对我这么好，那么照顾我，可是，在关键的时刻，我却没能好好照顾你，我让陆杰失望了。 害你躺在这儿。如果有机会，我们还能一起划拳喝酒的话，我一定不会让你没把都输。以前是我不好，陪你的时候总逗你，让你喝不到酒。现在这瓶酒，是你最喜欢喝的。 你痛快喝个够吧。对不起，杰森，对不起，陆杰，我要走了，再见。 人群中，活在每一个边界。
was fire.